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电玩宅树配》，我是主持人晴雯。相信美食啊是很多人的最爱，如果在美少女的游戏当中加入美食的元素，相信对玩家来说一定是一件超级幸福的事情哎。日前呢，在日本推出了一款就是少女啊，就是把美食跟美少女呢完美结合的游戏，赶快一起来看看吧。大家熟悉的日本 DMM 推出的 ARPG 手游《就是少女》，近日已经在日本正式上线了。本作是以料理为主题，再加上大家最喜欢的美少女，美食与美女的结合实在是非常吸引人呐。游戏故事设定还蛮有趣的，曾经拯救世界的勇者在跟魔王激战之后呢，失去了所有的力量，而本业是厨师的他决定开一间饭店，用美食来感动所有人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被打败的魔王再次复苏，你只好以美食的力量召集一群拥有救世力量的美少女，展开一场美食救世之旅。游戏的进行方式是以回合制战斗、阵地占领来设计，配合美少女人物的养成以及各种美食技能，除了画面养眼之外，玩起来也是非常丰富。目前游戏已经在日本正式上线，有兴趣的玩家可以跨区去体验一下哦。